这吃两句。你为啥想我是狗？你这咋啥事嘛？我没有啥事，他问了我不能回复。滚出去！他问了我不能回复。滚出去！我看不见你，滚！你为啥？你刚骂了个啥？滚！啊？能滚多远滚多远？我为啥要滚你？我这儿来处理事情，我为啥要滚你？你给我说一下。你看病，你看病去，你看病。我没有钱看病呀。我没有钱看病嘛。滚！为啥让我滚你？我都让你滚。你凭啥让我滚你？你给我说一下，你凭啥让我滚？把你烂掉了。我得烂掉咋了？拿滚！我凭啥要拿滚？他给我打烂，他是不是应该给我赔？你欠收拾，知道不？咋了？你就是个欠收拾。你凭啥说我欠收拾？啊？他跟我说话，我不能回复。你跟你有啥关系？是他跟我主动说的话，我不能回复，是不是？跟你有啥关系的吗？他说他现在没有钱。我说他打人的时候，他为啥没有想到他没有钱呢？我不能说话，是不是？我能说话不？弄啥的嘛？哎呦！那他跟我说话干啥？你跟我处理关系，对不对？跟你没有关系。跟我有关系吗？啊，那个跑这儿干啥来了？你跟那有朋友的关系吗？那个跑这儿干啥来了？应该咋地咋地。啊？为民人服务就这样。你不归我管，他三个归我管，你不归我管。我没有说让你管嘛。你应该咋地咋地。不要在那面前待，我今天你烦，知道吧？那你是干啥的呀？你管了，你管得着吗？师傅，你是干啥的？你管得着吗？是弄啥的？你是不是民警？我就是民警，咋了？那你为啥不能管我的事呢？我为啥要管你的事情？那你为啥不能管事呢？我管你啥事？为人民服务，为啥你不能管我的事呢？我为啥要管你的事情？你是人民警察呀？你行了吧？你别跟我扯没用的。为啥没有用的呢？你是哎，我这人没法说。你是个无赖。我无赖，哼。